下面给大家录一个神曲，录一个历史课。我是来自江苏常州的一个主播，大家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我的 ID 是28858。Woman DJ Bo Zai Winmans。需要创新，穿过中原到大漠。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颖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。杀敌战将雨如树啊，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。三人真凶又称帝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。赵云也把他辅佐，山谷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三东梁山雷战鼓。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。策略指挥他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。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。青丝都鞭策埋霸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。梁山108将老，我来把他们来唱。陆云龙，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。 小李广，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古夜叉，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。青面兽，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，鲁智深，带着链子开大奔。阎阎罗，阎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小旋风，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呀，这个屌丝真给劲。青龙白虎身上印，独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。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蓝月精。扑天雕是李应，身上80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二姓，随时随地要他命。神火将威电国，为了金钱眼全裸。跳线虎是钱达，